干嘛呢？这不要给我爸上坟吗？我收拾收拾收拾。什么时候给你爸爸上坟这么积极了啊？妈，那个我爸坟上种的那些乌头。乌头？你问他干嘛呀？哦，不是，我这不想挖点，完了煮水，可以给您舒活筋骨，延缓疲劳吗？开始关心你妈了，这还差不多。妈，我收拾好了，走吧，走吧，啊，走吧，走吧，都拿了吗？拿了，拿了，拿了啊！拿着这个。哎，哎，等等。喂，啊，事故。啊，行，那我马上过来。好好，嗯。哎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哎呦，去不了了，停电事故。那这今天不是星期六吗？哎呦，停电还管星期几啊？你们去吧啊，我走了啊，你们去吧。你先把该带的都带上。哦，这还拿吗？拿呀。上班都没时没点的，妈，这个工作可是你给找的，你还说什么铁饭碗？那现在还说什么呀？嗨，你这死丫头，怎么一见面就跟我掐呀？啊，你等待会儿上坟上的时候，我怎么当着你爸的面前数落你？好好的数落数落你罪行。那爸也得向着我，死丫头。喂，交通大队。啊，对对对，我是董子苏。啊，哦哦，那我马上就过来。怎么了？啊，什么交通大队啊？就他们让我过去一下，说是配合那天车祸的调查。车祸？就是我去机场接人那天，妈，我还救了一人呢。哎妈，那你自个儿去吧，给你都拿着。那个，我去不了了。你让我自己去上坟啊？啊，你哥不去，你也不去，是不是？那他们都在那儿等着我呢，我怎么办呀？哎呀妈，你就自个儿去吧啊，好不好？哎，你看车快来了啊，你小心点。指望你们什么都指望不上。行了行了，啊，人怪多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可得早点回来啊，相亲那事儿我还等着回话呢。知道了。你好了好了，快上车吧。救人的男女主角，缺一不可。哎，对了，先看看这锦旗，这是属于咱们俩的。神刀侠侣，见义勇为。小伙子，这可是清朝的古董，听说是唯一堂用的宝物。唯一堂用的是铜人，这个是木头的。看来啊，你是个行家。不过这确实是清朝的东西，你看这红，只有那个时候才有这么好的成色。多少钱？500，太贵，太贵了。加一个零。5000啊！老板，你太宰人了吧你啊！
愿买愿卖，我告诉你哈，古董啊是没价，他认人。老板，啊，那个收个实价，最低你卖多少钱啊？这个，我跟你说哈，这可是最低价的。今天是星期六，来逛的人可不少，备不住碰上一个再看好的，你就得和他竞标了。行，五千我要了，我打个电话啊。好。这个木头宝贝啊，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。你知道他这个东西为什么抢手吗？现在的人啊，附庸风雅，把这个东西往客厅一摆，那叫档次。摆客厅里啊，我跟你说，碰上个有钱没处花的主啊，他拿着这个练飞镖，你信不信？我信，我信。您别说了，别说了。那你不赶紧得捂住他？那五千块钱哪是那么好凑的呀？我这不一直打电话呢吗？都联系不上。哎，老先生，要不这样吧，我这个电话，我把电话呢给您压在这儿，啊，我先去凑钱，你东西给我留着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说，你这手机啊，一千块钱不值。你说这些你不脸红啊？什么中国偶像，乱七八糟的。Who care？ 这不需要谦虚，这是诚实。我们应该让更多人来效仿英雄主义。拜托，低调一点好不好？这是中国，又不是美国。可是哪里都需要英雄啊，哪里都需要 every man。行，那你去当你的英雄好不好？别拉着我呀你。哎，你别走啊，你得跟着我。救人的过程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完成的，神刀侠侣，谁也别想分开。你好，请问你们是一对吗？不是啊，其实也算吧，因为救人的过程当中是我们两个人共同努力完成的，所以说神刀侠侣应该受人尊敬和追捧。啊，太精彩了。那你们是姐弟恋吗？姐弟恋？不是的啊，其实也算，因为他比我大，我比他小，他应该是大姐大。而且他还相逢27次亲，什么包工头啊、处长啊、公务员都被他修理过。哎，这是我的隐私，你别乱说好不好？没事，大家也真是。他们可真不愧是一对欢喜冤家呀。哎 ，no， 我们只是喜欢，不冤家。那关于姐弟恋这个话题，你们能谈一谈吗？就是在你们救人的时候，是不是都要听董子苏的指挥？不是的，你们搞错了。对，不是听他的，是我指挥的。啊，那在你们平常生活中，你们觉得姐弟恋应该谁听谁的？谁对听谁的，更何况在那种时刻根本没有时间练习，必须非常默契。1 2 3 OK， 一切搞定。Perfect， 默契，这就是你们姐弟恋的特点。Yes， 我非常喜欢姐弟恋，而且我们会继续的练下去。谢谢大家。你干嘛呀？你还乱说什么呀？你看，现在就练上了。真不愧是神刀侠侣啊！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不是老板，你看现在吧，这个我凑钱的这个人呢一直联系不上，不在服务区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小伙子，这可叫你捡便宜货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哈，我可后悔了，我这个东西不卖了，哎，我自己留着，我摆在客厅去，附庸风雅去。哎，老板，别呀，咱不说好的事儿吗？你不能不讲信用是不是？说好的事儿，你不是凑不起钱吗？你就别买了。我今天肯定买。那你就快点。你等着我再打一个电话啊。那好，你快点吧。我今天非买不可。妈，我爸怎么样了？大夫说打封闭过敏，上台没讲两句就晕倒了，这不刚送医院来吗？爸怎么还打封闭呀？还不是让那官催的，硬撑着上台发言。你赶紧把那个信用卡给我，我现在现金不够了。喂，奔夏。现在在古董店，我看中了一个针灸木人，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那种，
针灸用的木头人，那个上面全都是立体的穴位。可是太贵，钱。我没那么多钱，我想能不能先从你那儿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没关系啊？跟你爸有关系啊。我要是有了这个木人啊，我就能弄清楚你爸腿上那些穴位是怎么回事了。哦，你说这么半天是要借钱啊？对，我现在特别着急，我怕这个东西被别人买走，可是我又联系不上别人，我就给你打电话。嗯，好。妈，我得去一趟，马上回来啊！你干嘛去？你不管你爸了？我就是为了我爸，马上回来。哎，你上哪儿去啊你？你把卡给我留下呀你！哎，甜蜜，甜蜜，有了这个木头人，以后我就什么都不怕了，以后我就如虎添翼了。你什么时候去针灸啊？随时听你吩咐呗。其实我买这个木头人也是为了你爸，我把它研究透了，我就能治好你爸的腿，治好你爸的腿，我才有资格当你的男朋友。那个赌誓我还没忘呢，我要当小金刚钻。我爸爸现在还在医院里，没有人管，我是专门为了救你急才来的。你说你爸怎么了？我爸爸打封闭过敏了，医生说他的腿可能保不住了。去医院吧。嗯。在那边吧。嗯。病情再恶化下去就要截肢了。天要绝我呀！难道我的政治生涯就这么结束了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惦记你那破官呢？赶紧办提前退休吧，咱保命要紧啊！退什么休？退休啊！没有事业哪有命啊？要命干什么？那事业就是我的命。你这个人啊，就是嘴硬，你腿都没了，还什么事业？我就不信了，这董卫一当年给我下针的时候，我那膝盖肿的都看不到脚，人家洗洗扎扎就好了，那人家也没说什么要瘫痪要截肢的。别当着西医提中医，我就提，我就提，那针灸就是好，就是比他强。爸，你说的没错，半夏已经找到了针灸的木人，而且他要熬什么乌头来给您治腿，肯定能把您的病治好。叔叔，我从医书上查到了熏洗的辅助治疗方法，而且今天呢，我淘到了这个宝贝，我有信心治好您的病。好，好。我有救了，有救了！走走走，回去回去。回去干什么？你腿都这样了，你还不住院？你别跟这儿瞎表现了，行吗？老田这腿可不是木头，不扛你练啊！我是压根儿就不信什么中医，我一定得找着最好的专家把老田那腿治好。阿姨，行了，你也别说了，我说什么听不明白吗？我要的是专家，不是江湖郎中。哎，半夏，半夏，半夏，你别听我妈在那瞎说啊！她是被我爸爸病给急的，我爸爸他相信你，相信针灸。没事儿，这点委屈我还受不了。小金刚钻啊，我是做定了，我要为韦一堂争口气。先敬你，喝吧。
咱们三个喝一个，我跟你们聊聊心里话。老董，我先敬你。老董啊，对不起了，这紫苏和半夏呀，半路有事儿，他们先走了，剩我一个未亡的人来看你。这两个孩子就是你给我留下的孽种啊，没有一个省油的灯。先说这半夏啊，我让他抱着铁饭碗，他偏要弄那把针，还要给那仇人田立功去治病啊，这不诚心跟我过不去吗？他没这志气，我有，我坚决不让他碰中医，更不能让他跟仇人成一家子。还有那子苏，我想让他找个好人家，赶紧就嫁了啊！这挑来挑去的，这老在家里了，相了27次亲了，都没把自己嫁出去，都成老姑娘了。怎么办呢？愁死我了！李大石，你也不帮我了。这两个孩子最听你的，到现在还惦记你呢。你也显显灵吧！啊，这男的不娶，女的不嫁的，这不让我干着急吗？帮帮我，你说说，我到底怎么做，他们俩才能听我的呀？啊！急死我！来，咱再喝一个，啊，多喝点儿，李大师，多喝点儿。还有你老董，你也多喝点儿啊。你都显显灵，多帮帮我，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啊？怎么做？这样孩子才能如我所愿呢？啊！哥，这是什么呀？真酒不人。你弄这么古董在家里，怪吓人的。这可是好东西啊，这是宝贝，这是。哎，紫苏，刚才我一直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不接啊？啊，干什么呢？别提了，我今天做了好事，去接受人家采访，结果还闹出什么绯闻了。绯闻？哎，绯闻好啊，紫苏，这说明你那个桃花要开了，恭喜你啊。好什么呀？今天怎么跟变个人似的？还会开玩笑了？是吗？是不是跟那个甜蜜好了？哎，你别不承认啊，你的脸就跟天气预报一样。没错，甜蜜啊，理解我了。真的？嗯。哎，紫苏，你看就这个宝贝东西，其实就是甜蜜帮我买的。为了买它呀，甜蜜把她那个自己的嫁妆钱都拿出来了，都拿钱了，看来你俩真成一家人了。哎呀，
刚才我特别着急，我一直给你打电话，你就是不接，我就怕吧，这个宝贝东西被人给买走了。哎呀，我就想把我那个手机压在那儿，结果人老板嫌我手机太破了，人家不要，我没办法了，我就给甜蜜打了个电话。甜蜜一接到我的电话，连他爸都不顾了，拿着信用卡就出来了。我现在觉得，我觉得这辈子如果有人能这么对我，我特知足，特幸福。特幸福，瞧你都变成幸福达人了，我还挺羡慕你的呢。哎，你刚才说那个姐弟恋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跟哥说说，怎么回事？哎呦，脸红什么呀？跟哥说说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就是。他们都问我那个什么姐弟恋，我觉得特丢人，然后都给我出来，上坟不去，在家动动什么呢？把妈缠住，别让她进来啊！进去，别让她进来。哎，妈，你来了。怎么了？我拿美国护照开在房间，她不允许。她是美国护照，我们招待所不是涉外宾馆，不接待外国客人。哎，你不是住艾佳家里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艾佳她父母回来了。那不挺好吗？有人照顾你啊。我过的是美国时间，她的父母一大早就起床，还叫我吃早饭，然后晚上看新闻联播，还要我跟她一起看。I don't like。我知道了，反正你就是不想住，什么理由都说得出。行，我帮你开。哎，等等啊。那艾佳知道吗？我准备打算搬进去后跟他打电话。哎，你说你一个人住到这儿，这人生地不熟的，你万一吃不好睡不好，再瘦个两斤的，艾佳回来他该怪我了。不行，这房我不能给你开。你放心，我都那么大人了，还不会照顾自己。再说了，我要是不熟路，或者是想去哪吃东西，不知道地方，我可以给你打电话啊。那这样吧，只要你每天一起床，不管你去哪儿、干什么、吃什么，你都得跟我汇报，听到没 ？OK， 好。好，小姐，帮我开一个大床房。您注意点，最近派出所扫黄打非，警察经常过来查。我啊，没有了，小姐你想多了，她一个人住。来，两百元。How much？ 来，谢谢你。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啊，有事打电话。行。再见。拜。木头人终于找到穴位了，我要去你家。早没想到呢，嗯？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太好了，我这就找我爸去。爸爸。哎，天明，
你什么时候把你那针灸高手给请回来啊？我正要跟您说这事儿呢，他特别想来咱们家给您治病。是不是？不，您放心吧。放心，我一万个放心。我宁肯把我的腿啊，你丢个二把刀，我也不愿意让庸医给我截肢。太好了，我这就把他找过来，我一定让您迈开大步，登上旋律的顶峰。好，快快快快，请去，请去。哎。晚夏，睡觉。都这么大了，睡觉还不知道关灯。我老爸迫切希望你前来，你的小秘密。哎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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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给我起来！干嘛呀？那么晚了，这你还不睡啊？啊？这你还要去他家呀？哎呦，妈，您干嘛去偷看我短信呢？我偷看咋的？我还要检查呢。你跟我说说啊，这木头人是谁呀？谁是木头人？那个妈，我不是你什么你呀、啊？你还想瞒我呀？我是过来人啊，他管你叫木头人，你管他叫小蜜，连名字都不叫了，还能分得开吗？这么回事啊？哎呦妈，您放心吧，没有的事儿，您这赶紧睡觉去吧，你安心睡觉去吧，没有的事儿。你说你啊，你这我怎么睡得着觉？哎呦这。没有的事儿，妈，我明天还那个早起上班呢，真的真的，我特困，您赶紧睡觉去吧。您放心吧，没有的事儿，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不许跟他来往。警报解除，明天我去挖乌头，我要让仇恨的种子变成爱的良药。去吧，你们家人的事儿关我什么事儿啊？你还嫌我丢人丢的不够啊？不行，你必须去，我马上开车来接你。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千万别来，你要来了我就拿针扎的你，开不了车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家里可都是针灸的针，那都是正宗的。我可没开玩笑啊。Oh my god！ 喂喂，紫苏，紫苏。闺蜜的男朋友。
这么多年了，我终于还原了。兰博，我们在这儿呢。兰博，哎呀，兰博，想死我了！太好了。怎么样，累不累啊？好，走。行，那我先回家了，车在外面。走啊，爱家。怎么样？把妈送下，然后赶紧回来。我就不过来了。为什么？我没住你家了，你父母太严厉了。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兰博，你看你们两个人怎么这样啊？兰博，要对哀家的爸妈好一点，有礼貌，都快成一家人了。妈，我不太喜欢被别人管。不喜欢一大早被人叫起来喝稀饭吃油条，然后晚上又被人叫着是夜猫子。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方式。你肯定是把我爸妈气坏了。哀家，别生气啊。好了好了，你赶紧把妈送回去，然后赶紧回来。妈，我先走了。好，你慢点啊。我帮你拿上去吧。不用了，快点。给你爸妈带好。中西方文化是有差异的，你不能太任性。艾佳是个多好的孩子，在飞机上就跟我念叨了一路，婚礼的诸多细节他都想得很清楚，还列了小表格，负责的像个小妈妈一样。你要好好的珍惜啊！行了行了行了，妈，我知道了。你看你刚下飞机，坐了那么长时间飞机也够累的。酒店我已经给你订好了，高级套间，好好休息一下吧，把时差先倒掉。然后我还有好多好多话要跟你说，走。等一下，一会儿你带我去万国公墓吧。万国公墓？对，我要去那里去看一个人。走吧。香啊！谁能相信这么恶毒的种子能开出这么漂亮的花？爸，您一定要保佑我，把田蜜他爸的腿治好。紫色的花，真美啊！兰博，这简直就是一场梦。董师傅，
李黛玉，回来看您来了。这么多年，我没有过来看您，你不会怨我吧？师父，我去美国了，我没有辜负你。 我现在已经成了一名医生，这就是我儿子。你看，他已经长得这么高了，而且连医学博士都已经读出来了。我今天带他，就是来看看你。兰博，这是我们两俩的恩人。 给师傅磕个头，赵师傅。妈，这是谁啊？赵师傅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呢？ 不可能，赵师傅，你怎么也去世了？这些年来我远渡重洋，就是为了您和孩子，你怎么会去世了呢？妈，你冷静点。那两个孩子呢？他们岂不是又成了孤儿？ 师父，我对不起你啊！你救了我的孩子，可是我却没有办法救你的孩子。我是真的不知道啊！如果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我无论再难也会回来，把两个孩子拉扯长大的。对不起你。 妈，这边还有一个。李代石之谜。你说什么？李代石之谜。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妈，咱们先回家。 这个就是乌头花，你看，这一袋子都是乌头根，熬了汤，治十条腿都行。快进来吧，治好一条腿就够了。妈，你心动还是有点过速，还有点早。我们还是去医院看看。不用，没事。妈妈是伤心过度。 你的舅舅，他已经不在人世了，我怎么也想不到，我不敢相信。妈妈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他们不和咱们联系，你怎么知道他去世呢？ 是我的错，兰博，你不懂。当年发生了好多事情，你都不知道。当年的那个除夕，妈妈眼睁睁地看着你姥爷在我们面前咽了最后一口气。 这次妈妈回来，第一个想见的亲人就是你舅舅。
我想请求他的原谅。完了，什么都完了，我已经没有一个亲人。妈，你还有亲人，你还有我，还有老爸。再无痕的相依相偎。